槟城双溪八甲移民局扣留中心今天发生集体逃狱事件，超过500名扣留者逃出扣留中心。移民局总监凯鲁发文告表示，今早4:30共有528名扣留者逃出移民局的临时扣留中心。凯鲁透露，这些扣留者是罗兴亚人，截至早上10:30，当局已经重新逮捕362人。喂，还得给俺俩出去吗？来办！三百，稳定住，稳定住。稳定什么？哎，别说。喂，稳定。